现在我们进入到花莲，我们往台一东这个过程，看到整个大自然。台湾其实我们实践这佛陀的教法四分律，其实不着经是非常可行的。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便利商店这次行脚台湾的确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震撼了台湾宝岛。我们从台东有名佛寺出家人比丘尼僧团，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可以更加严谨的从戒定慧，从戒定慧一切都按照佛的旨意，到最后总归西方极乐世界总归西方极乐世界。祈愿三宝佛陀慈悲，阿弥陀佛亲自来运行。